这个装的时候这里有这个排序，一跟二，按顺序装。前面这个位置是朝上的，这里先放进去，然后用螺丝刀在这边把它卡过来，放进去。那从这个先进这边，先进这边，然后再进三叉，直接把它压下去。然后用螺丝到这里把它卡过来，然后再调一下，再从这个第四根，这个就把它再挪过去。然后再调一下。